八字形。他在放招前是会说什么呼吸的？对，他在放招前是会说什么呼吸？空荡的呼吸，一寸可达，できるだけ一寸。中间主题是白色的呼吸。等一下你要讲你的礼物前，你要先形容你的礼物，所以你前面要先说一个白之呼吸，几之形，几之形随便你，就是一到十。你要讲第六号啊，六字啊，对，六字形。好，好，所以你三个字形容你的这样子。三个字，我的礼物，白之呼吸，八之形，臭臭的，臭臭的，类似这样。等下那个号码八，我可以先拿出来。先端好，先端好。对，等下出来吗？你都是我的。对，所以你要先拿你的礼物，然后自我介绍一次，说白之呼吸，几之形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三个字哦。嗯，那就一号是谁？来第一位啊，十一号是谁？一零，十一之星，十一之星，十一之星要抽到八之星，不要，八之星，八之星，白之呼吸，二之星，软软的，好猜，抱枕，应该不是，抱枕，软软的，软软有机会哦，毛毯，衣服柔软，毛毯。你不乱猜，飞机。好嘞，这是地毯吗？地毯。好，哎，你刚好要翻新家，哎，刚好来。白字呼吸，八字形。白之呼吸，七之形，香香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正经的，小熊。下一个是，哦，这个很香，香香的，香香的，香香。你会喜欢吗？已经被抽走。会，我觉得你会喜欢。十三号，白之呼吸，三之形。嫩嫩的，你的，好，等一下，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白如意，嫩嫩的，好，哦，是我，好冷静的吧，白之呼吸，五之形，浪漫，哦。那当然，物超所值。这是什么？多乐色哎！哇！哇！哇！香槟杯，等一下可以留在这里哦。Cheers！ 耶！好。九号，九白之呼吸，九之形。好样的，很累哦，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
工具组吗？明星花露水，干我屁事！不知道跟白色有相关吗？啊，对啊，跟谁的跟白色？作为一个工人，这些工具是必须的。石头，白之呼吸，石之行。变变的哦，延长线吗？延长线。哈哈哈哈哈！罪恶感好重。你每年都这样啊？好，你要超时了。你这一男。十一。啊！十一只星。棒棒的。啊！这全新的，没有开过的，太炸了吧！不行啦，我要跪下来了。以后所有活动，请发他通告。所有的活动，太好了。明年你一定要来。我不要来。明年你一定要来。四号，四号。塑胶的，真的啊！白之呼吸，六之行，凉凉的。牙膏，他本来要买牙膏。日本人上镜头，没有买牙膏。哎，这很好。本来想说，感言一下吗？小妈抽到的话，对，一对的。我来，不错。啊，你的，这个我真的有点抱歉。这个太好了，这跟这个的区别，都没有默契啦，都没有。绿敏啊，干嘛他们几个？耶，好，来拍照吧。白之呼吸，六之行，美美的，软软的，嫩嫩的，塑胶的，浪漫的，凉凉的，香香的，复古的，好样，变变的，棒棒的。我对不起，苦主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收到礼物的人跟主办单位，我会好好的玩。